好，多选题第一题的一选项，他说这三种萤火虫有没有可能同时分布在温度湿度很窄的同一区域内？不行，为什么呢？甲跟乙可以共存在这个地方，乙跟丙可以共存在这个地方，但是你没有发现 A 加乙丙三种萤火虫同时共存的温度湿度，没有，所以这题的一是错的。像我答第一个框是甲跟乙混在一起，甲跟乙共同，而第二个框是乙跟丙共同，没有甲乙丙三个共同栖息的温度湿度，没有，所以这题一是错第一。